你别管这事，是你自己的事，你不要着急，慢慢想啊。你想起出来，你说咋弄，咱就咋弄。好，我还有点事，我扶起他。啊，你保重，你保重。哎呀，那想好了，搬。啥？搬？搬？哎，夏大明，那多少钱？ 你刚省了个啥？那说搬嘛？哎，叔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你看，你俩结婚证已经领了，啊，受国家法律保护的，你就悄悄的好好过你俩的小日子。你非得要大操大办一下，我把人都弄到一块来，我肯定就打起来了嘛。万一再打你一天线，我可咋办？那要是不搬，之前那一天线，那就白奶了。 别说你嘛，我是白来了。你啥意思嘛？你非得搬？不但要搬，还要搬好，搬大，搬热闹的。我这是真的不能搬。为啥你嘛？你想想看吧，这两行人弄到一块去，我这百分之百都打起来了嘛。我太影响团结了嘛。那搬这个婚礼，就是团结全村的好事嘛。你想一想，两个兄弟人坐在一桌席上。 说着吃着喝着，昧着你，那不信真打的好事，他们能打起来？就是的嘛，这是戏事嘛，咋能打起来？你再想，赵家、六家，不同婚的老规矩，是不是早该破了？对不？我这当村支书的，正好我要带这个头呢。对，你带这个头带的好，带的对。 我是你的伙计，你要结婚，我肯定得给你打草大办，把所有人弄来，弄得热热闹闹的。好嘛，但是你打来不来结婚现场？你见过结婚老人不在吗？你打不来，你这是咋办？咋弄嘛？我想办法。 你想办法，你有啥办法？你让我想一下嘛。你保管啊，你去张罗去。我去张罗啥嘛？哎，主任，你刚说了，你是我伙计，我给你要大操大办。闹什么，主任？你咋不承认呢？是，你说什么？闹什么？